我是影评人杨达靖，香港仔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香港导演彭浩翔的最新作品，有许多大明星破格演出，同时教会你如何调整你的呼吸频率。香港仔，香港鬼才导演彭浩翔最新电影带你偷看大城市里每个人的小心事。点解有个牌可以摆俾你听？你可以去所有嘅目的地噶啦。他的取景，他都挺有心思的，他喜欢选择一些比较在地啊，比较生活化的场地。那我觉得彭浩翔这次最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说，你要懂得学会换气。那你换气之后，你要秉持着一个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就是港人的精神，给大家说，人生不过是就一个这样的一循环过程而已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窥探香港的城市故事，5月23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